15,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ou got me. Wish you knew me at 19. Back then I wasn't talking to anyone but me. So when I think about it, I wouldn't even make a difference. When you feel no feels that you make, that you're missional. Buddy, 我现在长得有一点憔悴，不行不行，我得有点仪式感。这样，这是冷冻蓝莓，然后我刚刚把它放在那个烤好的吐司上，你看 ，yes， 它看起来不是很美观，但是我希望它的味道是好的。撇开的外观不说，其实冷与热的交错是蛮有趣的，这个口感。我决定把这个吐司命名为冰与火。为什么？你没有看到吗？手不知道为什么多了好多的割伤哦。我发现我家用吸尘器已经是吸不干净的了。你们知道？你看。Oh my god， 这个已经是我刚用干的静电拖把拖过一遍，然后再用这个湿的消毒拖把再拖过一遍。我现在养成习惯就是，第一每天都要除湿，然后第二每天都要拖地板。这个是我上次用完之后临时买的，然后因为它很便宜，想要试试看。我觉得没有很好用。那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很常看到也常用的品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用很多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里地板可以如此的容易脏，我真的天天都吸尘，天天都拖地板，我就不相信它还会一直很脏。这些灰尘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对于灰尘实在太敏感了，我很多过敏的症状，不管是皮肤还是鼻子，都是因为灰尘。Success Instagram graphic in this model can never give to everything you want to give your 100% to.It just randomly show up yesterday. 我们要对任何事物都有宽大的包容心。我包容你啊，今天。哦，我连喝美式都可以喷出来。Hello everybody， 首先呢，我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惊讶，就是看到我后面有多了一台咖啡机，你是不是心里在想说 Cynthia 你到底为什么要再入一台咖啡机呢？ I know long story short 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懒。事情的起源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开始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我们一个月会有5天的 work from home， 可以自由的调配。那这个当然好啊，因为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能自然醒啊，但就可以睡久一点嘛。但是呢，我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就是我很容易会，就是不想吃东西，但是我一定会需要喝东西。第一，喝咖啡啦，喝果汁啦，喝水啦，喝茶啦。我一天里面喝了好像4-5杯咖啡吧。但是因为那种半自动的机，其实你从磨豆开始，真的弄好咖啡再清洗，其实中间还是会花一点时间。那你乘上我一天可能要喝上4-5杯的时候，就你知道时间就是。所以我之前有在思考，我到底要不入一台胶囊咖啡机。然后我跟你说，真的不夸张，可能我每天对手机在那边想说 Nes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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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他听到了，就收到他们的讯息说，听说你也喜欢喝咖啡，要不要？我说要。那眼尖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一台其实跟我之前帮公司买的那个 Nespresso 咖啡机是一模一样的。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公司只有大概4个人嘛，所以想说买一台小的，它的体积大概就是一张 A4 大小，然后又很扁，所以可以很轻易的 fit in 大家你知道厨房或者是客厅那种小小的空间。如果你喜欢喝奶类咖啡，只要在家买这个奶泡器，其实基本上都很够用了。之前其实我不知道原来奶泡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一次在公司研究那个奶泡机的时候，才发现它可以做冷跟热的奶泡。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是独居或者是小家庭的话，其实这个组合我真的
还蛮推荐的。大家选择胶囊咖啡机应该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操作非常的直观跟简单。它有浓缩跟大杯两种咖啡选项，只要把胶囊丢进去，然后盖起来，按下按钮，然后等咖啡出来之后，再把盖子打开，它空的胶囊就会自动的滑进下面的收集盒。像收集盒跟集水盘，其他都可以很轻易的拆下来做清洗。这次我也入了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展示盒，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这是什么样的梦想？我觉得在家里摆一个这样子的展示盒，你不觉得很 modern 吗？然后就是感觉很有品味吗？但是我可以偷偷许愿，他们之后可以跟草间弥生合作吗？我会买耶，就如果是一颗南瓜的收集盒，好可爱哦。之前虽然不是在家，但是我其实在公司或是在台湾的家里都一直有在用 Nespresso， 所以呢我也一直都有在买他们的咖啡胶囊啦。他们总共来你先放着，他们家好像有超过30种的口味可以选。喝完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那个空的胶囊收集起来，然后到全台湾的百货去做回收，或是你在官网购物的时候可以直接加1块钱去买一个环保袋，全台湾的阿油箱都可以轻松的就把这些胶囊寄回去，然后由 Nespresso 做处理。那我之前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身为台湾人，我觉得最骄傲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资源回收跟环保意识是真的做得很不错的，所以想要特别 highlight 这一点给大家。我妈 specifically 我妈是真的会收集那种一大袋的胶囊，然后叫我拿去百货公司。我通常都是去 11还是13那一家 Nespresso， 他们家的胶囊你可以分开买，或是直接买像这种他们配好的。那因为我平常其实比较常喝奶类的咖啡，所以在这边介绍6款他们适合奶类的咖啡胶囊给大家。意式经典利凡朵烤榛果风味咖啡、香草风味咖啡、焦糖风味咖啡、巧克力风味咖啡，还有这一款来自 Indonesia 的 Master Origin 胶囊。这样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很荒谬啊？最近什么节快要到了呢？母亲节，没错，大家都很聪明。我必须说，我上次买咖啡机给我妈的时候，她 low key 还蛮开心的。然后因为操作也很简便嘛，所以其实即使是老人家，对，我叫我妈老人家，全家大小都可以很轻松的操作。那如果家里空间不是太大的话，我都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入这一款 Essenza Mini 的。现在这台 Essenza Mini 它有在做母亲节的组合，包含6条的精选咖啡胶囊，只要71折台币的4150块啊。如果大家对其他款式有兴趣的话，最低好像从3300块。就有了。最后呢，最后在5月17号之前，只要在官网上面买任何一个咖啡机加上50颗的胶囊，然后输入我的折扣码 Cynthia200，就可以获得台币200块的咖啡抵用金。那大家如果还在烦恼说母亲节要送什么的话，咖啡机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这边就是给大家一个 gift idea， 你看我人多好，快点称赞我。我今天跟昌文约，但是我又再度到了那个迟到的边缘。我今天呢要去迪士尼，然后主要是因为最近香港芭蕾舞团跟迪士尼他们有合作。我之前就有听 Kyle 讲，就是关于他们这次演出的事情，然后刚好收到迪士尼那边的邀请，就是今天可以去看表演。但是呢，好景不长，不是好景不长了，我的生活怎么可能没有一些意外呢？就我昨天才发现，原来昌元今天演的是1:45的，也就是我看的那一场他是不会演的。But it's okay， 我真的要迟到了 ，typical me。Oh no, I want everything. Everything.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 몰라 말들이 너무 많아 우리 걱정은 많아 나는 널 보며 지금 말해 이제 조금 느낄 수 있어 yeah. 我今天本来上来看你表演的，就殊不知，我他演完了，他走了。没了，我们先去玩一场灰熊再回去好了。灰熊好像走这边。你演太多场了，现在对，这是你的后花园。不是我。Hey Mrs. Claus, this one's for you. Tell me, sweet mama, what's I gotta do?Tired of pretending it's just who I am. Come on, Mrs. Claus, let me be your man.Aqua shaving, wear a cap on my head. By matching robes all shiny.
relates to this episode, that you have to live and breathe your identity.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完全忘了。我的爆米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去 Disney 半日游，这是他们舞剧的那个主角，就是 Stella Lou 一个追梦的故事，然后两个头箍啦，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可以坐在肩膀上的 Shoulder Push。 今天发生了一些就是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懊恼的事情，是怎么呢？就是呢，我今天看完表演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想说回家，我就在走的那个路上，我就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就看到一个就一个人发光这样走过去，你知道？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就是谁呢？就是 Molly， 大家知道吗？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吧 ？Molly， 我当下真的是，我跟你讲，她的那个漂亮啊，是你就是经过你就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种，对。因为我一直都还蛮佩服她，从大学生的美，然后一路这样自己努力努力努力，然后现在真的走到就真的很国际的舞台上面，所以我对她是有一种就是憧憬的那个，不是憧憬，就会觉得哇，很敬佩的那个心。敬佩是什么字？天哪，我在讲什么？我的头脑啊！我其实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当时跟她讲了什么，就是我现在真的是祈祷当时不要太过失礼，因为我今天不是有这个头箍吗？然后我就一时间太兴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袋子里面拿出了一个头箍给 Molly。然后 Molly 就问号，他一定很困惑，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是人很好的，就是戴上去，然后跟我拍照。但我现在想起来这个举动，实在是我到底为什么要从袋子里面拿出来这个 Stella Lou 的发箍呢？我到现在是没有办法理解我自己。总之最后就是 Peter 帮我跟 Molly 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就在很不好意思的转身跟 Peter 又自拍了一张。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大概会懊恼一整个晚上，下次如果再遇到一些就是我会 fangirl 的人，我一定会好好的把持住自己，就是保持冷静的，大家相信我。 Cindy 啊，加油。我等下还有一点工作要做，是要剪一个 IG 的 Reels， 我现在有点想要来一点 guilty pleasure， 所以我找了一个食谱，是冰淇淋咖啡。现在今天是晚上12点了，我还在吃冰淇淋，这样子有合理吗？没有，对不对？没有，没关系。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好处了，因为没有人会管我。